就是、人自同現時人自的距離拉得更近，是我一生的心願。他們想要的，而不是我們特別去關懷他、照顧他，而是將他們當成是平常的看待。只不過我們要在他們身上發掘到一些、我們不知道他們有的能力。大家跟生命同志交流的時候，會發覺他們的特質，以及可能你 email 或者 WhatsApp 他，其實他都是收到你的信息和入口的。咁如果在今日的商業社會，很多事其實他們都會做到。好啦， WhatsApp 我有兩個 send 項目，郵件有咁多啦，電話啦，我未 check 嘅。例如我如果放咗 iPhone 之後咧，我就會攞到 WhatsApp 有啲咩信息啦，電郵有啲咩嘅資訊啦，亦都可以喺呢度可以打到嘅。對工作嘅熱誠一定好足夠，因為佢哋好珍惜你嘅工作。另外一樣嘢，佢哋做嘢一定係好穩定嘅。個個能力都唔同，係啦。可能當中嗰一刻我會帶俾佢哋嘅信息就係、是、我個耐性可能會好好。其實我哋每個同事視力情況都唔同啊，咁大家其實在工作上，我哋發揮到自己技能資源，更加有一班嘅同事互相 support， 互相支持啦。